老铁们，这只八爪鱼花了小仙女300个大米啊！咱家老铁们如果觉得够大的，能不能给小仙女来300个双击？谢谢你们。走，撸它，撸它，撸它。嗯，哇，太炸了。双击666，3连开啊，老铁们，如果都能打开的话，请大家给我来个双击哦。祖传的铁头功啊，再来一下，哇，双击啊，老铁们。哦，妈呀，好疼！双击双击啊，老铁们，老铁们，这年头当吃播的没有点技术活都混不下去了。来一块面包蟹啊，够肥不？666，开饭啦，老铁们，今天咱们吃烤牛蛙。特别特别香，还有大闸蟹、红烧肉，自个儿做的红烧肉，速进直播间，双击。老铁们，你们有人知道这是啥不？这个是海肠啊，海中之宝，据说它的营养价值特别高，已经超过海参了。今天咱们来解剖一个，妈呀，这还冻着呢。今天咱们来解剖一个哈，下一个视频咱们开吃。你们那边都怎么吃？我们这边，哎呀妈，这是啥呀？这是我们这边啊，有炒着吃的。有没有老铁想看我吃刺身？想看我吃刺身的老铁们，给小仙女来个双击，双击过1000，下一个视频我给你们吃刺身啊！哎呀，好，老铁们，今天咱们吃一下这个海中的大长头吧。来，你尝一口，鱼的，好像这个炸的没有炸的特别熟啊，不过香巴巴的这个肉质还是很鲜甜的啊。双击，老铁们，我说这是全网最有食欲的章鱼组，大家没有意见吧？认同的老铁给我来个双击，谢谢你们。太劲道了，双击666，宝宝们来吧，牌面是有了，就差大家的一个双击了啊！啊，暂停，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，走，走，超肥蟹腿肉啊，走。太过瘾了，鲜甜鲜甜的，双击啊，宝宝们！老铁们，有一个小姐姐给我发私信，她说如果我要是用小火锅自煮一个象巴棒煮熟的话，她就带着全班的同学给我点双击啊！好，咱把这象巴棒给它放进去，然后放入火锅底料，倒入凉水，加热包里面加水。再来，盖上盖子，煮10到15分钟。
老铁们，我这火锅已经煮上了，下一个视频象八棒火锅咱们开吃，喜欢的老铁们升级。老铁们，我这个象八棒煮好了啊，麻辣味的象八棒，咱们尝一尝是什么味儿的。这头不能吃，麻好腥啊。嗯，我去个皮，妈，这太腥了。喜欢的老铁们来一个双击。莫桑比克的油焖黑虎虾，老铁们如果觉得小仙女这大虾做的够有食欲的，能不能给小仙女来个双击，谢谢你们。大虾肉，刚出锅的，双击哦。日常吃蟹，捡一条蟹腿肉吃。看它够不够圆润。妈呀，我这剪刀不行。走，哇，蟹腿肉够不够嫩？想吃的双击哦。来吧老铁们，吃了好几天的帝王蟹啊，今天吃一只龙虾改善一下。我的妈呀，还是个母的带籽啊。嗯，流口水的宝宝双击。肉，哇，鱿鱼花，我吃这一只，剩下的这只送给双击的老铁们吃啊，爆鱼头。流口水的宝宝们双击哦。老铁们，最近有一个大姐给我发私信，她说关注我一年多了，特别喜欢我，但是呢最近她老公有点不听话，想让我烫一只象八棒给她老公看。啥也不说了啊，大姐就冲你关注我这一年多啊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妹子这个象八棒给大姐安排上双击啊。老铁们，哇塞，这大妈的，这是哦，哇塞，双击啊老铁们，这象八棒太大了，哎呦哎呦哎呦，好好好好，这个时间比较长啊，刚才那个没有咽下去，咱们来一个咽下去版，咽下去版的啊。没了，检查，没有了，双击，双击，好啦。这个是厦门特色的煎蟹，第一回吃，特别特别肥，都是膏。不错，不错。
太美味了。喜欢吃螃蟹的宝宝来个双击。